本期话题：吃苦菊有什么好处？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苦菊呢，它是一种常用的蔬菜，它具有较好的保健价值。尤其是苦菊呢，它具有清肝火，比如说肝火上炎、五指肿痛、口疮、口臭，或者是就是说心烦意乱这种呢，用吃苦菊呢就非常好，能达到清肝泻火的作用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苦菊呢，它具有较多的膳食纤维，具有通便，具有润肠通便作用。苦菊的润肠通便呢，就它主要是膳食纤维促进了大便的那个成型，有利于的就是说大便软化，促进胃肠蠕动，这是非常好。苦菊的本身水分比较多，同时呢它还有利小便。另外呢，苦菊呢它也有较好的营养价值，比如说它具有对贫血啊这些使用苦菊也是非常好。另外呢，它还具有些就是说提高免疫力、抗菌啊、抗病毒啊这一类作用。还有呢，就是说进一步呢，就是它还有一些抗肿瘤的作用。